我们明天要去干嘛？明天要去看书看不一。明天的日落时间是5:19。他这说全程上山加下山2小时。哎，你有大哥是看的，这已经不是大哥型了，这个样子。这边我们终于到了，这几点了？已经啊，我屁股都坐痛了，我天哪！3:30了。我们来到了哪儿？白毛谷玉。三二一。妈呀，我已经感受到累了。我们去哪儿啊？他们说最佳拍摄地点是明月建沟。嗯。走就晚了，不然赶不上 日落了。项链都送不成了是吧？什么项链？我要送你日落。妈呀，哇塞哇塞哇塞，不行了，走不动了，得歇会儿了。听姐昨天跟谁在那儿说咱们可以加速的吗？你不累啊？我不累。你现在不累，我怕你明天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等等，绝对是不可能出现的事。好久没爬山了，真累呀！啊，多久？真乏呀！多久没爬山了？好久了呀，我连楼梯都没怎么爬过。哎，这才开始呢。你不累啊？哎呦，我去，我要出汗了。我已经出汗了，再把衣服什么的全部，那不行。刚刚那个大爷的，那拍照就不好看了。那你穿那么多上都上不去，你拍啥呀？山前山。我有点累。他没走多高，就这样了。热得冒汗，我双腿发颤，我脚要抽筋了，铁子。你小妹妹都爬得那么高，小孩是爬山最猛的。我小的时候，那也可以说是蹭蹭往上跳。哇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说呀，真累呀，真乏。坐着休息会儿吧。他说坐着休息会儿。我们这也休得太快了，我必须过热衣服。里面穿的也可以啊。庄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要不行了，我要减重。你塞不进去了。没事，等会就这样背着它。你就像重庆的出租车司机，出租车司机。我就这样背着。这是个造型啊。你说你把绵绵带来了的话。有没有一点后怕啊？昨天骰子咬的好不好？我换上了我的秋衣，穿我的，你就穿我的，穿我的秋衣。对不起，爸爸老师，你说现在一年爬一次，对身体还挺好的哈。一年爬一次，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。哎呦，又有一只狗。走啊！我发现每次爬山都可以遇到狗。那边吧，最最还要走前面走两个那个，那个亭那好像是。非常快，10分钟。啊，10分钟就到了。哎，那也没有太。
我们五分钟到不了哟。啊，我的墨镜在哪儿？我的墨镜在哪儿？我还没想买戴的。我的呢？我不知道你的。你给我拿一下。不会放在那个椅子上了吧？不能吧？我看了都没有，你还是放，吓死了。哇，蓝蓝的天空，洁白的云，锦绣林香，风雨民居。我在干嘛？来两个运镜。哇，哇，这一幕在我梦里出现过。真的呀？上，哇，到头了，这哪看得到日落？日落在这边。哦，那还早了点啊。早太多了。哎，以为要爬两个小时，结果二十分钟就上来了。哎，我往这边下去看一下。那边不能去吗？看不见有路啊。有吗？没有吧。多了路就出来了。哇，就怕咱们走不过去啊。咱们先去走一条路呗。就怕咱们走丢了。来看看这个路。走，你可小心点啊。好久都没见过这种虫了。哇，我你看我衣服上落了一只。哇，这么可爱呀、啊！有毒啊？没有毒。哇，没有毒。吹走。哇。到了。来吧，干个面包。饿吗？来吧。打工日愉快。打工日。对，那个攻略不太靠谱，发攻略那个人，要给他点个到赞，重新发一条，上山只需要20分钟。那我小时候我老想，有没有什么机器可以把瓜子放进去，自动剥好？我不是发了那个小视频吗？嗯，也跟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。是的，注意安全。你搞饭开慢点。晚上可以去看个电影。明天就工作了，明天要打工吗？别说空调加温枪。哇！哇！哎呦！什么玩意？哇哦！我一低头，一个大屁虫。下山喽，日落喽。下次看流星好不好？流星啊，看绝望吧，下次我们流星，这也不是想看就能看的吧？好像我前两天就在看了呀，网上直播。网上直播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拍一点红叶啊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
今天一天感觉怎么样？看淡了，看淡。哎呀，就每次你知道，当你真的是压力大点，你来这种地方看一两眼之后，你就觉得，对，这种东西去了。下次约个日出吧。电了。